储备，以容通兼备为理念，柔和的长拳、短打、劈挂、戳脚、翻子为主要招式。他注重肢体的协调，起到强身防身的作用，是学武与个人精神的融会贯通，也是武学修炼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。在习武与修身之上，拳如其神，精悍而无变，使强身健体与修身养性达到统一。马氏通背武艺核心思想：通神达化，背腕贯一，理象会通，体用具备。